愣着干嘛？还不去看看？哎，我真的想，真的想，怎么回事？嘿，行啊，这儿你都能找得着，没想到吧？老巢被我发现了。徐老师，他是谁啊？不重要。你谁啊？我是记者，专门揭露你们这造假货的罪行的。哟，就凭你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？哥几个，给我摁喽！上，走。就是你一定保护好，你先在这儿躲一下，我引开他们。哎，我追。